海南这边他们也是坚持做树上熟的。如果是同一品种的话呢，树上熟比砍下来熟的话呢，肯定我本人觉得呢，就是树上熟的会更好吃。调整期肯定会有啊，大概是3年到5年的时间。我觉得在海南这个榴莲的品质呢，肯定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味道。基本上现在做到了大部分没有任何的区别，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果肉的颜色还稍微欠缺一点，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一些区别了。可能不像那边老树挂果，树龄比较长，现在国内国产的话就是颜色有一些欠缺，其他的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而且它的糖度也是非常高，刚刚测糖了也是36个糖，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一个售卖的要求了。